级小英雄 Super。英文大晋级，大家一起玩。对，今天是要一起学英文了，没有错啊，英文小老师来着了。嗯，上个礼拜我们学了什么动物？是，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形状。形状，嗯，大家喜欢什么形状呢？椭圆形、圆形、圆形、哇，而且大家讲到形状的时候都会比出来耶。很清楚，是都知道这是长方形，然后这是椭圆形什么的。那你喜欢什么形状？我喜欢长方形。长方形，嗯、我喜欢圆形。难怪你看你长长的，圆圆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学第一个图案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中文是什么？中文是圆形。圆形，圆形的英文是 circle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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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rcle， 好，第二个是三角形，三角形英文是什么呢 ？Triangle，Triangle，Triangle， 棒哦！第三个呢是正方形，正方形英文是什么呢 ？Square，Square，Square， 再一次 ，Square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呢是长方形，长方形的英文是什么？怎么念呢？等一等哦。Rectangle。好，下一个呢是椭圆形。Oval。最后一个是菱形，菱形的英文怎么说呢 ？Diamond。那有没有一个人他可以一次把这六个图案都用英文讲一次给我们听？对，举手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戴眼镜的妹妹，我随便指哦。好，没有，他全部一次讲完。对，你就从第一个讲到最后一个讲给我们听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是什么 ？Circle。那再来。Triangle。再来。Square。嗯，很厉害。Triangle。这个是什么？长方形。对，再来 ，Oval， 嗯，最后一个，好厉害，大家都很厉害，真的耶！现在是选两个小朋友一起出来，对，来，我们来 PK， 有没有想要出来玩游戏？有没有人要玩？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那丽菲姐姐帮我选一个，好，加一，等一下，那是我选的，一，先放下，看，二，五，我不是说三吗？对啊，好，一二三。我想选他，准备 ，Ready，Go， 加油！这是什么图案？这是什么？小红点。哇耶，好棒哦！刚那个是收口的嘞。对，那这个嘞？雪球 ，Oval，Oval， 椭圆形。来嘛！不是随便点嘞。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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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哦 ，rectangle 是哪一个呢？哇！哦，我现在平手了哦，都剩下50%了。这是什么？还有吗？还有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哦，来喽，等等喽，这是什么？快点！好不好？好，来喽，来喽 ，Ready，Go， 好 ，Circle， 它是什么？雪球，耶、oh, yeah ！再来嘞，是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Oval， 三号，标攻击。你们要仔细看题目哦，这个是什么形状的？哇！男生获得一分，哎，真的，哇，好快！他们都到这时候平手哎。对，刚刚是 rectangle， 还有这个呢。三号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 square， 点号点号，耶！还没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，最后一题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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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气，不要生气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棒哦！我们今天呢学的是形状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先复习一次，我用笔的，大家用英文讲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个是，哎，什么？哦，好。第一个是什么 ？Square，square，square， 这样。Circle， 换你。好。这个。好，现在是这样。三角。Oval。Oval 吗？这样嘞 ，Circle， 对，好，那比一个，好比一个，哎，这很难比，算了，我又直接用纸的，这是什么 ？Triangle， 啊，这个呢，英文的 ，Oval，Diamond，Square，Rectangle，Rectangle， 所以基本上今天大家都把就所有的形状英文讲都记得了，对。好，那下次有机会再来玩哦。